近日，风行摄影师在《我是证人》的片场目击到小鲜肉鹿晗正一遍遍地被撞倒地。当晚，身穿牛仔外套的鹿晗不顾地面寒冷，一遍遍地趴倒地上试机位，闭上眼睛做昏厥状。他倒地后，身后几个滑轮小伙伴焦急地冲上前，而休息时，身旁助理也拿来毛巾垫在他的脸部下边。为了被撞倒时的姿势和角度，鹿晗反复调试，一遍遍倒向冰冷的地面，相当敬业。在随后拍摄的剧情中，鹿晗头绑发带，背着背包，在马路上身手敏捷地玩滑轮，突然被一辆飞驰的汽车撞倒，直接趴在了路面上。随后一辆救护车赶来，将受伤的鹿晗抬上担架，又抬进救护车。坐在担架上的鹿晗不演活泼好动的本色，表情天真中带着呆萌，十分惹人怜爱。据悉，今年第一季度鹿晗就有两部大片正在拍摄当中，在一众小鲜肉中领先快跑，看来鹿晗的事业和人气将会持续飙升。